刚刚看到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就移民改革发表重要讲话，至于华人社区怎么看，特别是华人民众和华人移民律师怎样解读这样的转变，立刻连线圣盖博古新闻中心，请刘怡君告诉我们。怡君，虽然今天奥巴马强调非法移民转换合法身份，要从后面好好排队，不会插队，法界人士怎么看？有没有可能影响移民排期的进程？是的，张翰。其实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法案虽然看似造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，不过有律师认为这次推出的移民改革法案对华裔来说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让部分非法华裔移民有机会获得合法居留身份，不过忧的是一旦移民局必须处理1100万位非法移民的身份问题时，恐怕会让依循合法途径申请移民的人等上更久的时间。律师指出，尽管联邦移民局对各种移民身份每年提供的配额有限，整体效率更只有慢一个字可以形容。绝大多数华裔移民仍是通过合法途径，花上数年时间耐心等待。因此，奥巴马今天提出的移民改革法案，对华裔来说并不全是好消息。就是这些合法的移民在美国，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。那现在突然的让这些跨越沙漠呀，翻山越岭过来的，也就是说没有合法的手段进入美国，是要解决这一部分人。我当然希望说，如果要解决让这一部分人能够合法化的话，那至少这些拿了有效签证进来的这些华人朋友在这里 overstay 的话，也就是说，逾期不归的这些人肯定应该把它包括在内。而华裔较为关注的科学、科技、工程和数学等领域毕业的硕博士高科技人才取得居留权问题，律师认为不 make sense 嘛，就是这些人在我们美国的大学把他们培养成硕士、博士，但是他一毕业以后，我们就要让他回去。那个确实不 make sense， 因为也不符合21世纪的美国在全球的提升自己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原则。如果这次他有所改革，让这一些人能够比较顺利的留在美国，我觉得当然首先是对这些人是好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对美国这个经济复苏以后，对美国的重新恢复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，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虽然奥巴马总统为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打开一条希望之路，律师仍建议，如果你已经在等待，你在合法或者你有机会来申请移民，我的建议是说，你千万不能说，哎，我要寄希望于这个改革法案，所以我也就不管了。我本来可以要维持身份的，我就把我身份弄黑掉了，或者怎么的，那个被历史证明是危险的，因为当年小布希那个时候，大家也觉得可以推动，也应该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法律，但事实上到最后一秒钟是功亏一篑的。没有合法的移民身份的这些华人的朋友，那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尽量的把一些当初的你进入美国的，我相信他就是他如果要给你这些身份，他肯定会说，哎，他要有一个 cut off date， 就是这个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所以相关的证据你也可能要收集一下。